好，这里是星星在农村。作为我们农民，一亩地能挣多少钱呢？现在玉米的价格又是多少钱呢？走吧，我们去了解一下。叔，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63。63，哎呦，看着都不像啊，还不像，五十多的，跟看着有五十多的。嗯。有是啥的？那几个孩子？两个孩子。一儿一个闺女吧？对。哎呦，真好。啊，真好，真好。孩子们都玩心思了吧？玩心思了，玩心思。哦，那就很好。咱这个今年的玉米价格，你知道是多少钱吗？那推折喽，俺院儿才卖的8毛4啊。哦，你昨天卖了是吧？前天卖的。前天卖的。是不是种庄稼不挣钱？那肯定不挣钱。你看，你就是打今年。一亩地的，1100，你再卖就打8毛多，卖880多块钱，还卖不了900的一亩地。你看你割100，先去了吗？种子、浇地得浇两年活。是，这都是钱。这都你本钱。你的剩下的才是你自己收入的。对对对对。你一算一亩地啊，880要到900的。你问俺这一割去一亩多，去100多，你再耕地去又去100多。你这算算，说你一亩地的，就是去了本钱能赚多少钱？也就是撇个，500-600块钱。500-600块钱，你想地多的话，像你这10亩，这也不少挣。那有多少？500-600块钱，10亩的5-6千。5-6千块钱，这一斤儿收成的，一斤儿收成5-6千，还。就是人就是累点儿，吃点儿力是不？你就是剩个5-6千块钱，你得把这东西得去了才算的。你，咱说你就是卖上成万的，卖成万的你去这去那，你把这人工资要都跑出来。本身我来这一天挣100多吧，你在家里你拨这个房子，还不如上班挣的多的。还是？咱说你干几天跟一亩地的房子。通过和叔的了解，叔也是刚卖的玉米，他卖的是8毛4一斤，他种的一亩地，然后是纯挣是500-600块钱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